啊，一起上来了，不一样的夫妻了。哦，很谢谢爸爸，努力工作为我。虽然小时候爸爸很少陪我，但是还是谢谢他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在家，妈妈在家。哦，有家。没打算上的，就是 Amina 说紧张把我叫上来了，就好吧。虽然我爸现在不在这边，但是我还是很感谢他。从小就是他就是真的是我一个榜样，他是当医生，所以我长大以后也想像他那样。我觉得如果要是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爸爸的话，在就是说能够在我身边能够给我这么大的希望的话，我觉得我不会很认真的学习啊之类，所以我觉得，在这个父亲节里面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跟爸爸说声爸爸我爱你，父亲节快乐。好，非常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代表父亲发问，好。